落这个甘仔色制服的海巡人员，一透早就伫个台东东滨的风景区劝离着民众，因为也是有民众啊到海边啊去活动。虽然目前看起来天气也是真好，不过这个当地风势是非常的强大。镜头咱来到台东另外一个港口，看到的是富冈渔港，这嘛是船只开往着绿岛到兰树的港口。这个画面看起来，这海浪是一波一波敲拍来，非常的惊人。随着这个风台挖进啊，沿海地区啊出现这个长影的情形，这个渔船嘛已经进入港来避风影啊。渔民用到这个大吊索啊，将船只固定好，避免发生着危险。目前这个风台的中心位置来到咱乌兰片的东南方530公里的海面上，伊继续往这个北北西的方向来刷叮当。详细的风台消息，甲时间到气象局来做说明。